哦，瑞克，那这边确定凯撒路了吗？斯科德，延吉街的超快铁拳来了吗？是阿德，是阿德，真的好扛啊！还有这阿杜恩啊，阿杜恩这战力也是十足的，你知道吗？队长这把阵容很舒服哎。打下又快。阿杜恩跟牛配洛伊哪个比较好？我觉得阿杜恩比较好哎。打野中后期两个字无敌。阿敦战力太高了，又痛又扛又又控，你知道吗？痛控扛，哇，强！就是 biu biu。还有咧，死狗一呢？宇宙还是奶绿拿到了，但是这个换血，没错，乐多鬼。这个补包又是一好汉。集结四秒整，四秒又有两段飘。没有吃了补包也不是好的好汉的，吃个古龙头破血流了。这波对线有点被打出 gap 了。这就是万金掌握住啦。鬼兵侠。现在又来了，拉斯来了，上靠。滑死了。哎呦这个大，哎呦这个闪，哎呦。也是有比较顺。吸到，爽啊！哈哈哈哈。这凯撒路最开心就是这种紫兵残血一滴，然后你刚回不出来，哇，这个沉默抓到了，抓到你咯，冠军命，反正我就冠军命，你也要快跑啊！哦，上半部二打二，精彩刺激好看，这边奶绿把大招用完了，哎呦哇呦，好色哦，阿赞真的是张皇哎。有点强哦，你是让他脚踝直接爆裂，又撸上去啦。不是哎、欸，他这个人每一波都一定要抢到李宇宙啊。不管怎样就是要李宇宙啊，老子就是要吃李宇宙。我开咒，开咒，轮到你了，好凶！哇，老塞。哇！感觉青叶没接好哎、欸，两个蓝的有点太多了，因为他开大了。开大之后不用两个蓝的，用大去补控制，然后二技做那个躲霸体，然后去免控，然后去追击。哦！帮我办大结局，还得是你啊，翔哥！为什么不帮我发大结？我信任你的大姐。哎呦，又换一波了。中塔开点，开压慢压，所以压完老干经验补个下，上面直接变四个人压上塔。哦，魔龙路双人线只能跑。哎呦，不能死哎、欸，不能死哎、欸！你还要杀？穿走！哎呦，哇！有点屌哎、欸，阿詹一打三，开复活，受不了了哈，让你舒服，拜拜。哦，啊，时刻的怎么又单杀掉奇罗啦？啊，怎么单杀掉对面打野啊？我很硬，根本没在怕，对线又赢一千，是我的奶绿。这把两个紫色的人要怎么输？哎、欸，他们有 combo 的、欸、阿杜恩、斯科德，然后就是同系列的造型，魔能狂渊哦、喔，还深渊阿鸟喂。Yahoo！ 哦，很臭，有用吗？十二等了，马上点大招。哎、欸。玉祥倒地了，那呢？完了，这波有点尴尬。跑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刺激啊！哦！你还要？恩哥，别再打啦！你好强啊！
烂尾了，哥哥。哇嘞，老塞。可惜烂尾，哎，半死嘞。呀吼！我又回来了，嗨，哈哈。哇，好可惜哦。那玉祥受不了了。哇，这一闪有点闹赛，可惜。啊呼！哦，压个塔。完了，这个大有点冲动，一波大乱流。好乱呐、啊！其实这波根本没差。我看结果好像还好，还是很舒服。还有上上锅好了，其实刚刚紧啊，他那个带吃一条魔龙，超爽的，够 Q 的有几雷魔龙，哎、欸，那阿德直接拆违建，受不了。Hello baby， 今天过得好吗？阿德疯狂在线，瑞克得补。这波海上应该势在必得了 ，Temple 直接满满的，什么东西？怎么点成这样？欸、你干嘛啦？我、哦、怎么原始了？哎呦哎呦哎呦，体力很点呐、啊，长臂猿启动，解控不会死哇！可惜他没二技啊。哎、欸、不对啊，这波韦泽有凝霜，有解控，有岩盾。他先开解控啦，他来不及切女装啦。好玩的哦，女装启动，超扛的，全部吃光光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要跳，要跑，要跑。霹雳人，长臂猿，很点啦、啊！我靠，景太猛了嘛！哦、这波很刺激耶、欸。那现在已经变成那个啦，电脑的优势了，因为还有洛伊啊。然后这斯科德，科载率拖时间，只能要有体力了，没有体力根本杀不死。哎、欸，不跟他做德鲁伊哎，对那个谁，拉兹加奇罗是很有机会杀到他的，他可能就靠岩盾了。哦，骗他们一下，你这样死了。就清完了，受不了了，哇，直接落掉哎、欸，这么强啊！哎，答案秀掉了，下路高地，哇，这凯撒，这凯撒吃的好，但是结局有点惨，对他不吃凯撒就是被玩死，他吃凯撒就是强行续命。然后看情况，完了，彻底结束，被点爆。哪里过嘞？打进的。我靠，还在切，岩盾启动，复活甲切装。这波，看这波操作打得真好。要跑，完了被卡住了。哦，根本死不了，什么东西啊？超硬的啦！超硬杜恩登场，一波结束，带走，敲棒结束喽！超硬杜恩登场，这都不用死，真的彻底结束。这波怎样？抓到我属性的男人在抽，他死定了，他直接。哎，韦泽，你要死哦！靠，过去啦，直接活下来哎、欸！抓到了，你体力好。最后，直接救他一命哎、欸！靠，韦泽，过去啊，没事的。我是这体力，我站起来先揍那个中路一拳，气死我了。我是 run， 这才救了阿杜文，谁？